环形灯，但是你看这么小一个，这么小一个环形灯，会不会环形灯打开灯这么小？会不会不实用？会不会不实用？对啊，这样就是一个环形灯，很厉害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可以打耶！我们明明告诉你最全，明明宝贝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卡机很紧吗？很紧，下面很紧。先去吃一个我最爱的丰隆霸王吧，期待期待，走，要辣还不辣？我不辣，我要辣。啊，他不辣。准备开动，不但吃饱，还外带。又来了，又来到了惊艳美才，惊艳美才，来，现在还是他们开幕庆。而且今天不只是开幕庆，还是老板娘的生日。没错，今天应该会有优惠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它有多了那个哎，多贴了那个。来就送吗？不是上面的那个。哦，美容美发。那个卡点西的歌。哎、欸，而且它整个装潢有在换过一下哦。哇！哎、欸，我刚才跟柯晓说，你有没有觉得他们感觉好像快来了？我觉得要现在直视。人未到，神仙到，来来来，喝要雪若。哎、欸，老板娘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老板娘生日有优惠吗？生日有优惠吗？什么优惠？没有的意思。老板娘不要蛤蟆，蛤蟆，蛤蟆拿掉，口罩拿掉，口罩拿掉。而且老板娘今天有化妆，不用帮她美肌了。对，老板娘今天全妆。要啦，我也是稍微就是淡而已啊。嗯，什么？我有带那个贴纸来欸，啊，在哪里？在我车上。对啊，我刚刚看我老公拿，看我老公拿。我今天又买一个新玩具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上次的那个影片就是实在是很黄，就是脸有点黄，有点暗，所以我在逛北侧的时候，就是又有看到一个我之前比较没有看过的环形灯，但是你看这么小一个，这么小一个环形灯，会不会环形灯打开灯这么小？会不会不实用？会不会不实用？对啊，好小哦，很小哦。来来来。展开啊，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不错，因为我们常常会就是要跑来跑去嘛，不会像是那个就是只是一个定点，对，所以呢它就是这样子打开，哎，这是说明书，说明书先放旁边，我这个人就是从来不看说明书，台湾人，开个地图炮，可是说明书看起来蛮有用的，不需要，因为我有在实体店面，哦，你看过是影片，可以把它拿出来，喂，就这么小，好小哦，真的，就这么小。感觉是要组装起来的，对，然后呢上面一开始是这个 Type C 的线，就是它的充电线，然后也可以插着电用，先放在上面，现在好像都是这种 Type C 的，然后它打开就是这样，它叫做直播，哇、欸、太美了吧，就是一个小小的质感很好、欸、对，它是物感的物，然后它下面就有三个扣子，没有，三个脚架，哇、哦、它脚架长这样，拉出来、欸、太厉害了吧，哎、欸、这个太厉害了吧，拿出来，这真的很厉害，我等一下讲，好，对，然后这样就它就可以立在地上，对不对？对，立在地上，然后我先把它收起来，因为现在还没有立在地上，然后会打翻很多的口红，以我们的习惯，一个转，好不容易做好200只，写第一次又要重做，今天我们重做，然后这个这样拿出来，哇，拿出来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然后这样，哇，它是打开，它直接插在这里的，对，所以它的环形灯是可以折的环形灯。而且它的环形灯，你可以折转，你还可以上下都，就是你开的时候它可以这样子，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就是上下都可以。嗯。然后如果你把它弄成同一面，它就会光在同一面。哦。这样，它就先这样。哎，好厉害哦！然后这样，对，然后这样把它合起来。嗯。因为什么要环形灯？就是你如果是从中间补光的话，它才会均匀。对。对，然后这样后面有个东西可以扣起来，这样，然后就弄成你想要的。这个小心。对，把它扣好。这样就是一个环形灯，很厉害，这很厉害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对啊，然后哎、欸，还可以夹手机。对，这边夹手机或是夹这个 GoPro 都可以。转，可以，所以好方便。哎、欸，他很惊讶。对啊，而且他这里还可以再架一个东西，如果你要架麦克风什么。对，就是可以转东西进去。然后这是按钮。哎、欸，这是太方便，真的太方便。他一开始有没有电？没电。没电。
充，对，要充，而且它还有就是，所以它是充电的，它充电，然后也可以插着用。哎、欸，所以等于说这边我可以再接另外一只手机，然后那边也可以再接。会不会太重，老板娘？老板不是说要两三只吗？对啊，然后下面就是把它就是这样脚打开、欸。那它还可以再更长吗？它可以很长，它可以等人的，它可以等人，等人。我先把它放在地上，公分150，把它拉。哇！哎、欸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可以拿呀！我们明告你站起来，明告，宝贝，你的 idea 是几公分？你的那个 idea 的他那个对象，我应该要个178吧？这样可以吗？有，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在一起耶！有啦，这也是有高你一个头，啊、我觉得有高一个头，刚好一个头。有啦，有，他应该有180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看他亮的程度。我觉得他有180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的包包里面有那个行动电源，因为我们还来不及充电它，所以我们先用行动电源看一下。好，你要看说明书是不是？看他几公分。我想要知道他几公分，好想知道哦。他要不要在一起啊？说明书还有手上。哎、欸，我们重点是我们多破会不会他会不会出框、啊？那应该是出框了，大出框，几公分？几公分？有写吗？看啊。哦，亮了。哦。然后有三段，它好像193，也有黄光，黄光强一点，黄光最强。然后白光强一点，欸、白光最强。好厉害哦！然后柔光强一点，柔光最强、欸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需要白光吧。白光，因为我们另外两盏是白光，所以我们就用两。它是有点柔啦，这个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看过它的高度了，它193。193，好气都在很小。在一起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他具备了我找男朋友的条件，会拍照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谁能比他会拍照？你赶快把手机架上去看看，然后直接看看这个补光效果 O 不 OK？ 够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可以细节，可以介绍东西啊。对啊，什么的。那如果是柔光呢、欸？很亮哎、欸，我觉得柔光好像比较好。对对，柔光是对最适合拍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。在折叠的时候，就是把它打开，就两边就可以。两边、哦、我这边有光。对，两边对象都就是，哎、欸，到底什么时候会需要对象有光？你是一个365度放在中间，你就会需要两边有光。但上下都有光的话，应该会很厉害。对。对啊，就可以往下，哎、欸，它可以往下拍，会可以拍一些那 cooking class 或是什么手做的那个往下的。但是手做应该很适合，就是对啊。它到底多少钱？收起来，而且我觉得你这影片拍出去，真的会有人问我们可不可以代购。对呀、啊，然后真找不到哎、欸。不会啦，在直播盒，在直播盒，然后你看就这样收起来，然后这样，这样，然后再尖尖尖尖，好完美哦，一个升降舞台的概念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台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很棒哎、欸，它就是包含了脚架，然后就是灯光，摄影师也是他，对，因为他就是，而且193公分，好吗？男朋友。你自己看，有些女生不是都会出门要男朋友帮忙拍照？对，不用男朋友。而且我们分手了，男朋友还没有光，还会发光。对啊，他还会亮，还会拍。对啊，拍拍眼神暗淡，这样不行。对啊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要正常的这种脚架，大概要140-150，就很高了。193，193，男友视角哎、欸，你自己一个人拍一个男友视角。它最下面有一个遥控器。就是你可以连，所以你可以遥控你的男友哎、欸，就是好，我拍一 pose， 按，对，拍一 pose， 按这样，超方便，真的，哎、欸，而且他会把你收在下面哎、欸，所以就不会弄不见，卡紧很紧吗？很紧，蛮紧，很紧，下面很紧，哎、欸，我也不小心又偏了啦，又偏了，好来，那我们今天很棒，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当我们的就是补光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现在这种脚好像都是这种脚，嗯，像我这个也是一样，它是从上面弄下来的，这样搬下来。对对对。我觉得可能这么远的，好像有啦，有亮一点点。嗯。如果把其他灯关掉嘞、欸，我觉得不行，对，就不行了。上面的灯太，因为这里太亮。哎、欸，那这个灯可以关掉吗？那如果这样，等等。真的不行，真的。但是如果开灯，这只能拍鬼影的灯而已。我觉得还是要开、欸，我觉得还是要开、欸。对，还是要开。我觉得最上面的好像
要来一整，要啦，还是要，还是要，还是要，哈哈哈。那整体量不同，那我们就切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谢谢他，谢谢他，谢谢。我们开箱啦，从开箱。对，因为就是如果就是你自己想要拍一个个人的，路比较近的话，就可以用它。